各位大佬好呀，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。首先是近期不少玩家私信想知道的 4.7 卡池。根据内鬼的最新消息来看，确定上半克洛林德加纳维亚、莱欧加希格雯下半，因为 4.7 加入双线舞的缘故，所以水神不在这个版本复刻也在情理之中。 4.8 卡池内鬼给出的安排是调香师、尼禄、海森以及水神，并且尼禄纳维亚起凉凉会有新皮肤，大家先小小期待下吧。好消息是混池也会提前在 4.7 版本开启，进混池的名单确定77甘雨克勤，剩下三个位置会在夜兰钟离、胡桃公子之间选择，夜兰加入混池也是必然的，夜兰几乎只有胡桃队要用，但是胡桃已经被仆人爆了，而且仆人的未来肯定不要夜兰。根据现有爆料，生命之气明显是个体系，更况且仆人是单纯的数值碾压，钟离也是可能的，持有率 90% 太高了，进了也不损失太多，反正也没几个人抽，趁着4月7日开新深渊开混池可以提升业绩。希格雯的 Q 技能无法像那维莱特一样旋转，这是真准备弄个长舞和线舞之间的角色，虽然预料之中，但希格雯功能太抽象了，特别是 Q 合一设计的真割裂，长按E可以铲两个水滴，大招可以吸水滴，至于长按有啥好处，吸了大招有啥加成，只能说幽默完了，倒不如把希格雯当吉祥物送了吧，大家都开心。最后是有关玩家在论坛上爆料的火神技能消息，大招能改变地形确实蛮有意思的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那么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，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不如关注下呀。众所周知，原神封丹 4.6 卡池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新角色仆人也已经登场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而说起 4.7 卡池即将登场的新五星角色克洛林德、希格雯，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事情，就后续卡池角色相关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新五星角色希格雯了，有关于希格雯技能机制也已经被舅舅们放了出来，看完之后很多网友也拿希格雯和星海进行对比，而实际情况两个角色不同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。希格雯的定位是爆发型奶 C， 治疗特点是开一技能后全队中伏爆发治疗，灵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每次4500左右的回复量。星海的定位是持续型奶 C， 治疗特点是一 Q 都可以治疗，一场上中高幅度持续治疗，灵命每次有7000左右的治疗量， Q 则是全队小幅持续治疗，总治疗量是高于希格雯的。挂水能力的话，希格雯范围、频率和持续时间都比较差，星海范围、频率和持续时间都比较大，0+0的星海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体，希格雯的低命定位则是比较模糊，这次还没登场就被爆金币了。至于 4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 4.7 深渊的情况来看，水神弗宁娜无缘登场，基本上可以确定不会在 4.7 卡池复刻了，依旧还是之前提到的莱欧斯利、艾尔海森。上下半顺序的话，克洛林德、艾尔海森大概率在上半，希格雯、莱欧斯利则是在下半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随着 4.7 版本的测试服的开放，角色强度方面也有了一个变化，策划为了卖新卡，比如会背刺一波老卡，
前面和大家说了克洛琳德相关方面已经达到了特效膨胀的一个地步，但没想的是希格雯同样也有着令人想不到的地方。从目前外网解压出来的视频来看，希格雯的大招和水龙王纳维莱特的大招有着一些相同的地方。希格雯可以持续的向前方注射爱心，虽然说目前测试服没有进行360度的测试，但从目前的技能介绍来看，希格雯是可以满足这一条件的。于是就有一些数据大佬进行了一个计算，按若水 5W 血400爆伤算，希格雯 7W 一喷，一个大招100万左右，配置如下：六加一希格雯、夜兰、万叶、芙宁娜。具体数值如下：倍率 24%， 增伤 35%， 夜兰 40%， 万叶 50%， 符爆伤190加弱水 88， 减抗封套 40%， 希格雯 35%。 光是数值这一块已经差不多能和水龙王媲美了。重点是希格雯并不是一个正统的主 C 角色，灵令辅助满命才是主 C， 可见现在的机制上越来越离谱了，一个辅助都可以媲美强势主 C 强度。此外还没有算上特效这一块，看过视频的玩家就知道了，4.7 版本这两个新角色的特效是真的很不错，就连四星的赛托斯都可以排在雷系前几的位置，更别说是两个五星的克洛琳德也是一个手法怪角色，这才 4.7 版本就开始迫不及的撕水龙王了，可想而知到 5.0 的娜塔有多惨。不过这也印证了那句话，一代版本一代主 C， 如果无法从机制上打败，那就加入全屏 aoe 机制。喂，我们。